朋友，你哋好嘛？我系邓丽君，嗱呢度咧就系我Tokyo嘅屋企啦。我嚟咗呢度已经有4年嘅时间。如果问我中意Tokyo咧，又系中意香港咧，我啊梗系中意香港多啲嘅，因为香港咧人情味咧好重。我喺日本嘅生活咧，平时除咗翻工就喺屋企睇下电视。 听下唱片，有时咧就揸车同妈咪去横滨去食中国菜。嗰度咧除咗中国餐厅咧，第啲咧就冇咩嘢好睇噶啦。啊，仲有啊，我上一次欧洲同埋美国翻嚟之后咧，因为我喺美国嘅 New York 睇到佢哋嘅舞台剧。 即系 musical 啦，嗰啲人咧跳得又好，唱得又好，所以咧我翻嚟日本之后咧，就而家学紧 modern dance 同埋钢琴。